大家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是有一些宝子私信过我说想让我出的发光二星的制作。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出过，其实我出不出我觉得也都无所谓。然后呢，你们想看我也就出一个吧，很简单，大概就一分钟就做完吧。咱们开始啊，我先复制一个拍立得，咱先复制一个，然后把这个删了，把背景颜色，我们把背景颜色改成粉红色，看得清楚一点之后，然后画笔选白色，选一个那个爱心的这个，放大一点，调整好位置。然后复制一个图层，拉下来对齐，再复制一个，这个复制一个，这两个就是底，这两个就是底。咱们在这个图层上选这个发光，然后在这个图层上选发光，他们俩就都发光了。然后选这个图层，拆一张照片，随便选一张，咱们就选，咱们选谁的呢？海伟都不知道选谁，选谁就选姐吧，这还挺搭的。剪辑模板，选一下，你看这其实就一分钟不到吧。就做完了，简单吧，兄弟，真的不难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真不难，就做完了呀，这一个大概一分钟吧，行，那这期就分享到这儿哈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